躺在那不走，他非要弄卡尔。他就花样很多。就是说，谁对不起谁了？嗯。那个球到底是功能是什么？好像里面也不会放食物吧？欸，没有，没放过。只是让它摇晃。对，让它玩。哦，这个小他们都有名字哦，这一只现在在滚，这个是叫 Ringo， 弟，他是弟弟啊，哥哥在上面那一只。哥哥来了，这里不用撑伞看动物啊，想啊想拍照的人拍照，想看动物的看动物。Hello。你看，弟弟在拍胸，多可爱呢！可爱了。哎，两个美女爱心。两个，要亲亲了。两个美女爱心，两个。哦。他爸爸。还在下雨哦。好啦，那我们出发了。我怕好多星星。他抱罪，继续。门他是金刚狼啊，老师我要跟大猩猩拍照。好金刚，老师我要比死。来，好，你跟他拍照。他在爬，来看我。好，坐在这里。好，来，一
那我呢？我也要想听到大猩猩。星原来星星那么小一只。后面。后面那个比较大啦。那个小的。大的星星在那。我要小星星。老师。老师。原来是抓的。请他收起来。他听干嘛了？他很会拍哦，这在这个上面这一只是弟弟，看，他哥哥跑到那边去。那只很大。哎，那是小 baby 的爸爸。嗯。很大，他爸爸很大只，对。嗯，他很可爱啊，他。可是我想拍。他妈妈在那个。